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吃了我的赶紧给我还回来，打死你个龟孙儿！又是这条小猴子，哪来的你？今天的目标兔子蛇王，小粉丝说被他欺负的都要爆炸了，让我碰到务必帮帮他报仇。刚想往回走，但在蛇王就给我们让出一条路。哎呀，居然还有意外收获，马上把他们围了，替你们报仇出气。小蛇蛇实在太讨厌了，一直在堵我们路。小心我揍你！成功连接尾巴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惊险又刺激的蛇体描边时刻。紧紧贴着边边往里压，给蛇王满满的压迫感。哎呀妈呀，今天我们这是捅了猴子窝了吧？小猴子天天有，今天格外多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旁边这条也别想跑，统统收拾了，替你们出气。小蛇蛇死活不让路，赶紧掉头往回走。不好，这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瓜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总算被我们又成功抓了回来。猴子蛇王也被我们成功锁喉，干得漂亮。小伙伴们，这三条蛇王有欺负过你吗？如果有哪条蛇王欺负了你，一定记得告诉我哦，我碰到了都会帮你盘的。压缩过程有点长，却十分精彩，一定耐心看完哦，看我如何一步步把欺负你们的蛇王盘成一团团香喷喷的肉饼。加油奥利给！原地转圈等蛇王收起他的大尾巴。瞧，把包围圈外的小蛇蛇们可忙坏了。心不要慌，手不要抖，只要我们小手足够稳，小蛇蛇们也不能奈我们何。兔子蛇王率先缴械投降了，小猴子也紧随其后凉凉了。此时只剩棕色蛇王还在苦苦坚持，我们继续给他大力压缩。对了，如果你也喜欢丫丫同款好玩的游戏，链接我就放在下面咯，喜欢就点进来一起玩吧。又是十分钟过去了，蛇王终于放弃抵抗，乖乖投降了。瞧，又是这个小坏蛋，同样的招式真是屡试不爽啊。我让人给揍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。